其实啊，这个大蒜还有一个用处，就是它可以驱蚊。啊，驱蚊子、啊？驱蚊，对对。怎么个驱蚊法？怎么个驱蚊法呢？我们家就有一个传下来的，我外婆教的，叫驱蚊的大蒜花露水儿。哦，你们家自制的吗？对，自制的。怎么做？哎，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啊，给带来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个呢，就是大蒜花露水儿。这里子怎么还有点绿色呢？大蒜泡了酒以后它就会变绿的哦。然后您呢，一般的就是说泡个半个月就可以用了。您怎么用呢？就是如果您想驱蚊的话呢、您就是拿那个棉片蘸着在身上擦一下。如果说是蚊子已经叮咬过了、有那个包呢，您就呢拿这个蒜片在咬过的包上擦一下，那个效果就更好。这样呢就能够止痒杀菌，而且呢咬过的包会比较快的消退。那我们可以现场实验一下吗？哎，可以喝，这是可以喝呀，酒啊，这个是可以喝的啊。实际上就是说，如果大家想驱蚊，挺好闻的啊。哎，有点像吃灌肠那个佐料。对，这个蒜啊，就是生蒜，是否能防这个蚊子？驱蚊啊！现场呢，我们就带了一批蚊子来了，就是周瑜在家养的啊。我真带蚊子，蚊子拿上来，这是养殖的。我们在小通的右手上涂抹了大蒜花露水，看看是否有驱蚊的效果。左手没抹，没抹啊，右手抹了这蒜汁了、先把左手，这有四只蚊子，你把手搁这儿、看它走不走。这手上有点蒜味，有点。哎，它不走，你别待太久啊，别到时候咬着了。来，这只手还是这边。好，哎，蚊子都走到那边去了，哎，飞走了。蒜泡酒呢，还真是有驱蚊的功效，哎，很神奇啊。允斌，这个是怎么做的？有什么比例吗？大家如果在家里想做呢，您就记住哈，大蒜和白酒的比例是1:4，也就是1份的大蒜加4份的白酒。好，明白了。1:4，